Good morning, everyone. It's a little loud. 诸位早上好，我们也非常希望还有更多的人，就是有更多的人进来。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特别丰富，所以请允许我可以很简单的就是，抓紧时间。所以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台上的诸位代表，而且就是我们可以我们对于留下来的今天的活动可以。首先呢，就是Dr. Daniel Dunstorf， 他是德国，就是德国能，就是联邦经济和能源部的代表，而且就是德国，当然也是我们德国，就是我们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主号。诸位早上好，非常感谢，而且就是我热烈欢迎大家，就是以我们德国的名义，我们热烈欢迎你们，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你们的到来，就是特别是就是世界各地纷纷到这来的人很多，我们热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2019年的。大家都是熟悉，就是我们德国对于多边主义的这种多边的这个利益相关者的方案是非常有支持的。德国政府在这可以说是全面的支持我们的就是高级论坛的工作，加上也是数字化工作，而且就是以德国政府的名义，我对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假如你们可以说就你们因为是在这就是坐在这就是证明你们都是大力支持我们这份工作，而且就是我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做了这个公布之后，我们已经有了就是还很多团体都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交流，我们就是从各个就是相关的这些团体我们都得了就是反馈，国际组织、民间组织等等，他们都是非常的积极的参加了我们的这个讨论工作，而且就是我们在线也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在线讨论，而且就是我们这个总结，现在就是我们这一切的这个讨论的总结也已经是发表在网上的，而且还有的事情就是我们就是 Eurodic， 就我们这个我们也还有一个那个在线讨论会，这个是我们在11月28日要正式公布，而且就是我们今天是正式的第一天，那么是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正式第一天，我们甚至非常期待着各方的诸位的各方的这些精彩的贡献。那么就是我们也是在这是收到联合国的委托，要就是按五号建议，就是作为一个关键的就是名义做好这份工作。我想对大家就是讲解，就是我们对这个就是含有的责任，我们是充分的认识得到，而且意识得到，就是我们是以援助的方式，就是想，确就是想确保就是有大家的这个专家意见都能够就是以援助的方式发挥作用。那么我们确实应该是很全面的考虑到所有的这些相关者，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做好全球化的工作，因为呢就是我们将来的这个互联网治理架构应该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的第五号建议应该是如何实施，它的细则到底如何，我们能不能发现就是比较具体的解决方案，这都是很重大的问题哈，女士们先生们，我热烈欢迎你们，我邀请你们正式参加我们这次讨论会，而且呢，就是我非常积极的期待着你们的投入和贡献。我们下边，我也是期待着今天的就是热情的讨论，再次对大家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欢迎。好，非常感谢丹尼尔。那么就是现在我们还会有USG Hotchild， 尤其是联合国75周年庆祝活动的就是特约顾问，而且就是他也是和前线技术和就是诊断技术，他是做了非常多的工作，而且基本上就是多年来也是就是做了技术方面的工作，而且就是等一会儿他和大家会分享一下就是有关工作状态的一些消息。
那么下边是 Fonseca 先生，因为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他是在国际治理方面就是多年来的一个活动分子，而且今天在这并不是代表巴西政府，但是他今天在这做的事就是以他的以前的就是这个增加合作的这个工作小组的这个就是他主要是就是描写就是或者反映过去的这些身份的，所以就是他也是就是对于这种多边的相关就是利益者代表的概念是做出也是做代表的。我们当然就是还有一些我们还有不少客人到来，所以呢，就是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背景。我们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是在进行了第十次这个协商会和磋商会之际，我们就已经邀请了就是各个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代表进来。所以呢，就是现在就是我们也是在各个这个利益相关者团体当中，就是轮流搞这种讨论会。所以就是在这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做第5次这种轮流的这种讨论会。那么就是有的就是假如，那么就是假如就是有人想发言的话，请您说好您是代表哪一个利益相关者。所以呢，就是我们当然就是我们也还是请大家，只要是在观众就是听众要发言的话，就是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而且就是最多谁是想发言，我们是就是到就是最多有2分钟30秒的时间，因为我们到是12点半，就是必须在这结束，因为我们下午就还有那个高级活动，所以我们那个还会有一些准备时间，所以呢就是在这就是这个具体的安排我等会再说，可是就是我现在欢迎徐浩少发言。好，诸位早晨好，非常高兴能够到这来，就是在这，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很舒服的卧室，就能够和大家聚合，就是很高兴。就是我首先就是对我们东道主德国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就是德国在这组的，就是组织的都是非常优秀的，是一流的组织水平。而且就是我们也可以说，就是考虑到的这些受邀请的地方非常的广。我非常荣幸的可以今天作为我们讨论会的这个主持人，这个我是感到很荣幸的。可是您就是已经就是做了这个志愿者的这个工作，已经做了4年，所以就是很遗憾的是，他是今天没有到来，所以呢，将来他可能是所以我们就给他鼓掌一下。好，就是您已经说明，就是我们应该尽量利用我们的这个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机会，以便加强我们在数字化等方面的工作。而且就是我们在这有，就是我们这份工作和我们的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一致性是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就是在数字化空间，在网络空间，就是能够更好的就是融合和包容，学术方面、民间社会方面、政府方面等等。而且就是我们很久以前就是有了这个概念，而且就是这个也是和很久也是和我们的那个互联网治理论坛并行的。可是就是我们现在还，我们可以说就是国际合作是关键的一边，能够确保互联网的这个优势，我们也还有其他的数字化技术，也同样可以给我们提供优势。可是，就是我们尽量要扩大，就是它的分布，要减少它的风险。所以呢，就是我们也必须确保，就是各方面的技术之间的协调和相容性。
所以呢，就是在这，我们现在的就是世界上有36亿人口，一直还无法，接触互联网。可是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都是天天上网的。所以我们对于安全、对于言论自由、对于个人的自由，就是数据的所有权和隐私是，都是一个挑战。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大部分的工作还是依赖于一些国家的和区域性的这些法规和规范化的工作和政策。可是呢，就是这些技术从它的本身、它的本性来说，它是根本不讲什么国境和国界，它完全是国际化的技术。所以呢，就是我也还是希望。我们也能够，或者就是追求互联网的地区的这个就是全球化的特色，那么就是为了减少它的敏感点，我们应该就是必须有我们各国的法规的更好的协调，因为呢就是一个分散式的互联网。对于一个开放的、自由的、安全的互联网是一个很大的风险，而且这个并不符合创业人的这种愿景。而且就是我们发现了，就是秘书长 Eric Schmidt 他原来是这个谷歌的这个执行首席官、首席执行官，他也表达这么意见。那么就是他都是说，互联网就很可能要面临，至少两个部分，一个是中国的互联网，一个是美国的互联网，或者美国式的互联网和中国式的互联网。我们现在在这已经开始发现法规当中的分裂，法规就是法规框架的这个分裂，就是中国、俄罗斯等等国家，他们都是或者就是美国，他们都是有不同的对于法规的概念。和而且就是对于这个数据的具体的地理，就是储存地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就是也很多国家考虑，就是有一关法律要求数据是在本国国土上储存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不可能允许发生就是不可兼容的，就是法规系统。这样的话，我们会牺牲我们的互联网的，自由的、安全的这种形式。而且呢，就是我们必须在这为了去，我们就是考虑到我们的这些敏感的使用者。那么就是在这有点非常美丽的，而且无法就是根本是就是不可讨论的事。那么互联网的或者特别是数字化技术是毫无疑问的，是而且这个并不是一种像就是负面的乌托邦。我们确实应该把工作做得更好，而且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认真的对待，互联网在哪儿是受害，我们应该是要以建设性的方式最优化互联网的优势。我可以简单的提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哪儿是就是国际的共识，比如说对孩子的这种色情滥用。那么就是在《纽约时报》有九月份的时候有了一个报告，那么我们就是根据这份文章，我们看到就是孩子的就是这种色情图片的这个数量，在近20年之内数量是爆发性的发展。而且就是发展的比互联网更要快，在1998年的时候有过3000个这方面的报告，犯罪报告。可是去年就是一年之前，各个互联网这些
公司就一共就是报道了4500万次这种图片的和录像的，就是视频的发现。所以就是在这，我们在所有的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团体当中，我们都是有取得了很明显的共识。这件事情是一个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需要加强对于最年轻人的这种安全和保障。所以呢，这个是在国际舞台上是毫无就是完全是取得共识的。可是我们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们的这个合作还没有跟得上我们所面临的实际的这些威胁和风险。那么政府在这进行的这种监视是一回事，而且法规特别是立法工作它往往是严重的落后，就是落后于现象。所以呢，就是产生了什么气候呢，或者什么环境呢，那么就是一方面呢，就我们国家各国有一些自己的法规系统，但是就是大型的跨国性的公司，它好像不是拿出来它的最大的积极性，反对这些事。因为呢，就是我们在这并不是说到技术问题，可是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的危险，比如说气候变化。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互联网的这些各方面的挑战，我们还是发现呀，还是有不少各方面的差别。所以呢，就是我们也非常希望就是更好的可以容纳到，就是考虑到就是全球南部。那么，所以比如说就是在南部的国家，就是连接率都是什么30%，而且就是在就是最不发达的30国家当中。那么就是对于他们来说，能够连接互联网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他们的连就是互联网的连接率才是达到20%左右，所以就是这个是付出一定代价的。这个代价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是我会产生我们只要是根据这种趋向继续下去的话，那么很可能就会产生发展中国家更进一步依赖发达国家。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在法规的这个沟通当中，我们可以说往往都是比较发达的国家就做的工作比较大，可是应该是说就是发展中国家在这应该是最优先得到这方面的保障。所以我在这是想表达就是表扬一下德国，因为呢就是德国非常主张我们要做这种工作，它完全是一种全球性的工作，而且不仅仅是限制到原来的互联网上的强国和大国。所以呢，就是我们应该也是继续做好这份工作，我们必须做好这份工作，因为呢我们也无法对我们现在所取得的工作就表示满意。我们应该要加强对于比如说妇女的参与，还有其他的社会团体。因为呢，就是我们还发现了，就是在光谈技术的这种讨论和争论当中，妇女等等都是没有很大的声音。我们另外就是也必须考虑到地理，因为呢，就是我们是在数字化合作的高级论坛当中，我们也是确实是想加强全球化的数字化合作，而且就是在这我们还是以秘书长的名义，我们是非常鼓励就是有一个就是有利于促进国际和全球数字化合作这么一种程序的工作，以便能够就是以这对于数字化合作做出全面的和全球性的承诺，一边呢就是对于价值观的共识，我们都已就是从这个对于价值观的共识可以出发，可以加强数字化合作。而就是秘书长这样表达，他还是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那么我们在这可以发现，就是在数字化合作当中有三种可能的架构。第一呢是是所谓的就是治理加论坛。
那么他也还是主张我们这种多边的相关，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合作，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政府的政策的孵化器之类的，一边能够就是尽快就是产生比较具体的扎实的结果，而且对所需要的单位就可以提供政策方面的支持。第二呢是所谓的就是政府联合的架构呢，就是这种还是依赖于现有的机构，这个基本上对于恒星的对于恒向的这种网络概念。就是可以说是主要是一种工程性的或者工程学的概念，它主要也是集中在现有的这些国际标准化机构，像 I31 等等，就是这些机构。所以呢，就是在这可以说，就是这些机构和这些国际组织，它完全就是有申请，就是自己做出就和提供一套这种法规。那么另外的就是我们还有一种数字化公共财产概念，这也是联合国所考虑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这看到宇宙气候变化和海洋。都是作为这种公共财产，一边那就是我们可以在我们也可以在国际就是交流当中指定有一定的这些地点，就是或者就是情况，就是可以提供一种国际化的框架。所以呢，就是为了能够就是更进一步加强这个在数字化合作的当时这些概念，我在这可以说就是我们大可能就是有500方不同的这种利益相关者，他们都是给我们书面的反馈，那么就是有100多个单位都给我们就是来信反馈这些情况，所以就是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我们一说到这些法规的，就是和治理框架来说，那么就是在这确实有一定的争论，因为有的人或者有的单位，他们担心就是他是就是这种体系会。它是一种侵犯式的体会，因为有的人或者有的单位，他主张一种自由主义的市场和互联网的准入，可是有的其他的团体，他们也还是更进一步支持一种他们自己的方案的更进一步的国际化，所以想推在国际舞台上推广自己的法规，特别是对于数据保护的和数据储存的概念，而且就是这是否等于是一种国际政策对各国的这些法规的一种侵犯或者侵入呢？这还是一个的确就是发生争论的问题，因为就是有的单位有的国家有非常深刻的就是失信。而且就是确实持有怀疑，就是这种概念到底是也就是好心，就是良心的一种方案。所以呢，我们还是可以说，就是作为一个背景来说，我们听到就是各种不同的就是意见。那么有的还是他说，就是我们不应该把我们的野心挂得那么高。也可能是一种疲劳的表示，特别是对于目前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分裂来说，是一种疲劳感或者无力感，而且就是对这些就是可以获得最好的优势的国家和团体来说，那么可以说，我们如何就是可以应对我们大型这种利益相关者的这些行动，我们如何就是以小单位可以应对这些大单位的行为的作用，或者就是也可以避免争论。所以就是为了真正想取得进展和进步，而且就是我们在这就是以国际的这种对安全的考虑这方外就是优先地位的话。
而且我们真正能够做得出一个全球性的、安全的和自由的互联网，我还是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投入的，我们各家的投入。而且就是我们放弃这些工作的话，那么我们也只可能就是预测最负面的一种结果。特别是就是高级和就是非常有熟练的专家。我们就可以说，就是他们所看的这种负面的预测，就可能是实现得到。所以就是在这一直觉得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奇怪的一个趋势，我们不应该是把行动的代价要比较于就是不行动的这个代价，而且就是更好的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行动的代价和我们的目标的代价做比较，而且就是我们可以经过国际磋商和合作和协调和妥协，能够获得一点什么的，也可能就是我们也会克服一些单独的或者地方性的这些理想和理念。可是真正有含义的比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并不是与理想进行比较，而且就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假如什么都不做，我们和下一代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个是不可承担的。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可以借这个论坛之际，就描写一个蓝图，我们如何能够加强合作架构。而且，我们就和国际架构，我们如何可以，对于5A、5B 好建议，我们如何可以就是推广这些事？而且这个是对于我们的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架构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进步。可是我还是说，这些贡献的确是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也还是说，在联合国75周年的这个范围之内，也是很非常有含义的。就是我们也是好像测温，哪是有热点，而且我们对于我们所面临的和应对的这些挑战来说，我们可以看我们应该该在哪儿加强我们的国际合作，以便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所以我还是觉得75周年这个庆祝活动和我们现在的这个同步化是非常有利于成功的保持一个安全的、自由的、全球性的互联网。所以呢，就是我非常期待着听取大家的这些补充说明、意见等，而且我们会尽力调整我们的这些建议书。完全也是和大家的这些意见，就是想一直尽量一致性的，就是做出修改。所以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的时间，对德国东道主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有了这么一个机会，非常感谢。现在请放两个图片，看我们那个时刻表。另外一个是一个Oxide 副秘书长提出的点的一些介绍，所以现在有大家的听大家的建议，我们呢。现在要这个数字合作高级级别小组 HLPDC 一点，然后我们有45分钟的一般的普通的那个建议，然后我们就是看我们那个关于架构就是可能要就通过更多一些协调努力的。所以现在就是请大家拿那个话筒，按照你们的那个利益相关者的指定区域的，因为这个是要看我们的那个贝塔是相反的那个图片，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利益相关者的那个座位的布局。
幸运是我首先感谢何时副秘书长的演讲啊，因为他就是给我们的今天要谈的那个框架。我感谢这个机会能积极的出席，因为我同事和朋友邻有的是我今天呢不是代表。巴西，原来我是那个外交官呢，现在就是我住在波士顿，我感到很荣幸受IGF 这次的邀请函和感谢组织委员会，我也很愿意做出一个贡献，在我这几年工作积累的丰富的点，我都是在 IGF 工作，很多那些互联网不同的机构，你记住我是有那个加深和加强合作委员会，我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这是。2.0的一个互联网的那个，我们当时制定这个名称，我没想到是会变成这么大的个成功，所以不一定然后看那个2.0的是因为可能是跟1.0的原来是匈牙利的代表 Peter Major 就做主席的领导，他们的结果就有类似的一些结果。我们现在就是看了 Mark Chair 的那个文本，你这一直推动我们的开会和那个互联网治理的讨论和争论呢，我们就跟踪您的那个工作步骤和我们呢就是一定会面临的相关的挑战。回顾一下您提出的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我们的时间，所以我们想跟踪一个主题，这是。要分割这些利益相关者，要划分他们的那个座位区域的，所以我们就是可以从一个利益相关者换到另外一个，听他们的不同的角度的意见，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听他们的多样化的意见。现在我们这个这个论坛就是第一个部分。如果我了解对了，我们现在就是听政府的代表发表意见。所以目前我们就不是就。提交一些具体的建议的一些细节，而且是比较广泛的比较的一些建议。如果你对一般的那种互联网数字合作感兴趣，下一步我们就是在开始讨论我们那些联合国提出的那些两个建议的这个细节。在我右边有一个人，然后有那个摄影部门，就现在就是我们能看的摄影部分，在左边有一个话筒。在那个走道的另一边，有那个技术小组、技术设计。我就是按据说的程序来听人家就是发言。现在有民间社会的一个女代表。听讲话应该注重要。
最好集中一点点，要是抓紧时间，不要解释太多你一天的那个工作经验，还是不要花太多的时间为自我介绍。我们还是要集中，还有我们对方的作为主席，他要明确规定，最好不要这些很费时间的自我介绍，而且是抓紧时间，都是发表意见。好。我是梅兰芳。啊，我是跟了 Windsurf，就一起创办一个互联网的一个机构。我叫的代表 Douglas Engelbart，这是Vincent，也是互联网的创作之一了。他会很高兴，如果他听到这个互联网的合作，他2013年很可惜去世了，但是到这个时间，他是积极一直是推动我们这个互联网的不同利益相关职的合作，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合作方式应该是来实现他就是在过去的历史提出的一点，就是把它落实的是。这个主要的观点是，大家要是在数字合作的方式来一起推动一个共同的目标，应该是不同的社区通过一个网络化和系统化的方式要来合作，所以一种技术协议是应该是代表数字合作的下一代的合作方式。现在要，瑞士政府的一个代表，他们是来的。谢谢各位，给我们介绍这个高级别小组的那个意见的介绍。据你们都理解，瑞士一直是赞同了这个高级别小组的这个工作，特别是我们要是接触一些我们那个网络合作和技术方案的不同的看法的这些他们的那个争议，我们现在是要达到一致，我们下一步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完成进一步的那个数字合作？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识别一些比如说大的差距，所以我们要看我们就是能到哪一种程度统一和达一致，对这些共同的那些目标。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也是从一些小还在发展中的国家，应该协调他们与一些什么高水平和比较专业的那些协调这个政府的一些代表、技术界的一些代表。所以我们要一些通过不同的那些想法要协调和要超越这些差距。下一步应该是我们能统一达到统一，我们的进一步应该是怎么改善一些功能如何就是改善，我们达到一个多方利益相关职的多元化的一个对话，我们要拟定一些解决方案。下一步是要造一个积极性、主动性和包容性的政策方案，然后就是寻找一些相关的支持和赞同方。我们是在那个
那个第五建议就提出的细节，但是主持人说这些现在也不要讨论，我们下一步要讨论那个建议的细节。好像有民间社会的一个代表，好，请自我介绍，然后我是 Andrew Campling。我是一个公共政策咨询机构的一个主席，所以我们就是属于民间的部门。我就是要反思一下，不同人的那些电影。我们可能要当做一些内容，组织一些内容，比如说那个儿童虐待和色情的一些图片和资料。我们是在新加坡这个 RTF 大会，这样就是组织一些内容，这是一个很还争议的一个概念，所以可能大家觉得是应该是组织这些内容，包括儿童虐待的这个资料，但是从那个 IRTF 就是出来的是。可能是如果有这个表面，可能有一些不故意的，结果是这种大家不要的那些内容，比如说儿童虐待的资料和，就是提高，把互联网的功能把它们提高，这些大技术公司可以进一步就是利用人家的资源，所以啊，我们现在是那个 RTF，就是不参与这个政治决策者的这些做出决策的过程，所以有这种自由主义的一些人。他们就可能还不感到那个需要组织一些内容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希望那个政治做出家就是我鼓励你们就是去下一个 ATF 到多伦多，就是宣布你们的这个事，请结束你这次，快结束你这次发言。我们一些人会坚持移民的事，你要保护他们，就是不会为一些无良的内容就上上。我把这个话语权交给 Mark Well，他是我的同事啊，我知道。你就是刚才走过来了，那好，你就说两句吧。好，是这样的，谢谢你，Benedict，谢谢你啊。好多年前可能是我只要是在靠那边是我的位置，那么但现在呢，我变了我的这个位置了，我现在不是代表这个英国的这个政府了，我现在是为一个欧盟的这么一个欧洲对话组织工作。您刚才说了嘛，我们事实上就是今天要把我们的这个讨论结果，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咨询的结果、讨论结果表现出来。我们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我现在呢，就是还没有找到这个正式这种空间。我找到之后，我会给你个回复。那么现在我想咨询一下，那么我们刚才这个所有的这些我们各界的人士吧，都是，做出的确是我们从这个 EGF 的做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纸质的这种结果，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总结，而且是我们所有不同业界的这些人士吧，或者是欧洲的欧洲的这些所有的欧洲议会也好，还是这个欧洲政府也好，还是有好多的这个民间社团也好，还有一些公司，他们都把自己的意见发表出来，而且呢，在这个文件中。
我们已经把它发就是印出来了。另外，我们的 Eurodate 这个网页就是也可以找到。那么我现在呢就不想这个再讲个一会儿在报告中说的事情了。那么你可以看到，事实上我们欧盟也是非常致力于推进这一件事情的。我们非常高兴啊，那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工作结果呢也给大家就是表这今天能够汇报一下啊，好多的这些利益相关者已经就是非常明确的说出了，他们是非常支持我们这件事情的，他们致力于目前的这个多边的这种机制，能够把这个机制真正的建设起来，能够把这个技术上的这种可持续性，能够真正把它给建立起来，以保证人们在使用网络的这个自由，保证数据的这种自由流通，保证人的这种言论的自由。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报告的意见是这个正好和这个事情是相反的。就是说我们不要再去开展一些更多的这种新的这种流程，新的这种机制了，因为就是说不要把它再重复性的做这些工作。关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应有已经建有的这些机制它已经足够了，但是要真把它用起来，把它给丰富建设起来才行。那么我还有两点想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我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我来说好像大家有一个印象啊，好像这个报告我们说到关于环保和这个气候变化不没有足够的这种陈述这件事情，那么对于我们所有的人，这也好像我们利益相关者他们指责他们是不是说你们不没有足够的说到这件事是这点我们肯定下次要注意把这个环保的事情还要说到了。第二点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媒体方面特别是这个欧洲广播电台，他也说他们的代表说了。就是这个媒体的这个工作和作用好像在这个报告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那么这点是的确这样有这么一个弱点，所以说我们要有一系列的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在整个的这个媒体方面的这种工作推进。我自己本人在媒体工作了很长时间了，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媒体这一块呢，我们可以说呢，是在互联网上也可是一个比较先锋的这么一个使用者吧。所以说，欧洲的所有的这些关系相关者，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共同的再有这么一个真正的把这件事情提出来，使得我们这整个的联合国。能够对此都有所重视，所以我代表的这地方呢是欧洲的利益相关者，反正我们欧洲的这些各个机构吧都是非常高兴，能够在联合国的指导下，在这方面呢和全世界的共同的携手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之后的讨论，还有明天后天的会议上，我们还充分发表我们的意见啊，是啊，真的是我跟马克说的这个话多了几分钟，因为呢他是说明了。一个地区性的这么一个整个的构架的建成，所以这点很重要了，大家多说两句就知道些新的一些信息了，但是我还是希望其他的发言人要遵守时间了。我要说这个你说的太长了，我会提醒你的，虽然好像显得不太礼貌，但是我还是得提醒你，这地方我下面请一个同事，是古巴的这么同事来讲话，谢谢，我想说两句关于这我们的这个IGF 的这个家这块啊，我们的网页上已经介绍了这个新的平台，那么我现在想。就是做一个补充吧，我们说的是一个数字化的合作啊，那么这点我想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合作的这种概念到底是概念什么，那文件上写着概念，我们是一个合作，或者是说和其他人的一起的工作，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一个真正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利益来去共同的工作的。那么这个地方就说什么是真正的一个共同的利益啊，可能共同利益大家说啊我们都知道是什么规量，但是看起来简单，但历史上已经给我们表明了所有的这些所谓的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目标有时候并不是能够共同实现的，因为有的这个参与者
主要就是说，在这个日内瓦的作为一种公约性的这种条款，它是我们最终的这种指导共同的目标。另外， 我们说到这个政治层上来讲，一旦有了政治上的共识和这共同的目标之外，我们就要把这个之下的这些具体的这种实施的小目标，这些小目标是在技术的层次上的，这地方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实施的可能性。谢谢，谢谢我。那么我想现在请这位女士，她，来说话，把自己介绍一下。我要说法语，我是贝宁人。那么今年，我们这个贝宁的这些法语学校就可以上网了。那这个事实上这件事也是我根据这整个这种数字化转型的过程，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的非洲的这种情况，我们在做整个的网络的这个治理上面，不是说在每个国家都在做这件事。那么你们相信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吗？就是说我们之前所用的这种模式吧，它是没有真正的实施起来，而且 没有做一个评估的，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新的模式？谢谢你的这个问题提出的这个问题吧。那么，能不能就说行，再替下一位发言人，请您这个说话。对不起，他是为了，罗森曼，我自己呢是。我想就说，这次我们这次做的一个报告，我们这个报告是不是要对整个的社会做这个公开呢？那么，事实上，那么这些所报告里面所说到的这些原则如何把它实施到国家的层次这样？那么这一个报告，那么这个如何是，是不是能够真正做到这个媒体的这种转型上的一个努力？它是不是真的有一种作用？这是我的问题。那么，我就是在咱们这个嘉宾论坛这些我的问题就是这样。那你说的这两点，真的是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会给你一个答案的。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做报告可能恰好说到的这件事情。好，我现在看到这个左边还有两位的问答，这两位这个问答之后，我就把这个话语权再重新交回给林，然后呢，我们就使得我们的这个会议的下一节开始可以正式开始了。好，我们还有，那么
那么其他的一些政府上来讲呢，这方面我就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遗憾，他们在这方面的这个工作还没有真正动起来啊。那么我觉得就是说好像有些事情呢大家就避而不谈了，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遗憾。所以说现在我们不，我们在整个这个会议过程中呢，就有些工作组他是参与的人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参加每一个工作组。所以说我在这儿这次来的目标呢，就是希望我们觉得就是法国，我不是说自吹自是我们是一个走在前头的，但是大家也知道法国的整个的数字还有和这个网络的管制还是比较走在前头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就说是我非常希望我们的这些工作啊，这个都能够这个得到充分的这种广泛的知识，不是说我们自己干自己的啊，希望能够跟大家有这个全局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呢，就是说能够真的是有一个相互信任的一个透明的这么一个工作的流程。因为信任，事实上呢，在网络上好像变成了一个非常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下倡议要有一个网络上的一个信任，一个就透明一个工作的流程。我就是给 EPPC 整个的工作也是我们把这个目标也是这么认定了。谢谢您的补充。我认为就是我们这个会议本身的这个目标吧，实际上也就是能够使得这些所有的这种各界的代表把这个所有的这我们这个文件中提到的这些点发表出自己的意见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会议本身的这种目标。而且我们这个整个的这种会议本身也是为了使得我们的这种文件或者说整个这个流程吧有一个透明化，这也是联合国秘书处的意见。现在我们要听听联合国秘书处的意见。好，我们这个我自己是一个独立的咨询公司咨询人，我想说一点这个 IGF 的一个加这个事情说了，我就觉得是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 IGF 的加在几个月之后终于能够实现成什么状况，那么我们就是为了使网络更为安全嘛，这是我们的目标。实际上这个事情已经在做了，已经发生了那么这个到了星期三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这个一点钟的时候在第三号吧大会厅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报告。我们觉得呢就是想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IGF， 我们不是说只是介绍情况，我们是有工作小组，工作小组里呢是所有的专家提出自己的具体的意见和他的方式方法这种情况下所有的这些建议就也是表现了这些不同的这方方面面吧。其实有好多的代表他们从来没有来参加过 IGF 的这个会议，而且是包括业界呀，他们真的是第一次在这里得到自己的声音。所以说这个 IGF 的这个加这个平台或者说这个形式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些所有聪明的各界的这种人士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块儿那么才能够真的使我们的这种 IGI 的工作呢这个发展起来，就要充分利用这些聪明人的这种潜力所以说我们这种各个的工作组应该把它真正的工作给推广起来这个 CILO 的工作。谢谢。谢谢的你刚才的这个现在给我这个好，我现在就是做一个评论吧。首先呢就是说感谢我们的这个工作组有今天这个召开这种大会，我觉得是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些建议我们所有的这个成文好像不是说大家有真正的共识我觉得就是说它是其实都是建议好多。
不应该是一个选择，而是一个成为一个必然性的一个这个有这个强迫性的这么一个建议啊。那么我觉得就是当然了，就是说这个IGF 它 Plus 这个平台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补充性的一种建议啊。当然我们今天没有特别多的时间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2005的时候，我们不是建立了这个 IGF 的时候，当时我们就说了 IGF 是成为我们的这个网络治理的一个心脏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状况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整个的这种网络上啊，它是不能够说我们有一个 status quo 就一个现状，因为在网络上没有现状的，它每秒都在变化，每一分钟都有巨大的变化，所以说整个的网络已经起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说我们已经是有这个成千上万的这种小的这种因素，这种个人这种不同的这种机构，他们都在讨论自己的利益，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说自己是心脏，自己是中心，这个是做不了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方方面面，这些小的这些元素吧，都把它聚集到一点来。那么这个 IGF 应该是成为它整个的这种生态循环的这么一个基础，这个是我们所实现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大家做的所有的这些建议吧，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想法和构架都放到一起来。当然我们需要不同的这种资源，不同的这个机构的支持而且呢是要在这个相应的这种层次上得到一种真正的认可。好，谢谢。我们现在这个让这个Gato 女士好，谢谢。谢谢道士先生。我的是叫 Gato， 我是这个代表了这个网络的这种团体。我们在这个整个的文件中也做发表了我们的意见，在流程中也是提出了我们的建议，包括了一些就是具体实施的这种措施吧。我想在这儿呢就不再这个滔滔不绝的说我们这些事儿了，因为大家可以都看我们的文件我就有三点想评论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非常感谢这个文件这个所有的数字化的这种合作和相应的这些机制都是一个跨领域的一个跨这个代表的一个跨国界的一个跨国的这么一个真正的合作我们认为数字的一个合作整个的这种机制事实上呢是还可以更有进一步的改善的，我觉得这方面我们也在做这些事情那么当然了就是说整个的这种合作方面也是我们整个的这种技术上也需要有所帮助我们认为这个 IGF 能够把它这个它的工作得以推进，这个肯定是有好处。对不起就是你如果有这个特别的建议我们刚才说了，今天我们现在说的是一个宏观的大的建议，不是这种细节的建议对不起是的，我自己刚才讨论的过程中我有点担忧，或者说我自己有些想法我们是这个不同的领域的代表都在这儿了如果是我们想把他们都放在一块儿事实上我们就必须要做出这个妥协这些妥协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结果最终这个结果本身它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最终的一个集合，它会影响本身的它的功能。那么就说这个 IGF 它当然也要真正能够有，我们文件中不提到了吗，我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必须要是可实施的，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脚踏实地的这么一个建议但是有很多这个不同的在过去的我们的合作的这种方式，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中来寻求我们的这种真正的这种帮力范例。好，最后肯定是要有人说这个最后结语嘛，这是好，还有没有一些比较
好，那么我们就这样就等于是结束我们的第一阶段，就是也是我们就是这次论坛的第一回，就是非常感谢大家，而且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活动起来的，就是活跃起来的，而且就是我们也非常希望就是有务实的这种讨论会，所以我们。应该就是在这发言的时候，不要随便就是做一个演说，而且就是直接就是提出意见，那么就可以这样推，我们这样可以推动我们的讨论会，而且就是我们就是下一步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好，下一个小时呢，我们就要看我们的背后的这个图片，就我们是那个。我们的四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报告当中是有这个 IGF Plus 的这个四个部分，我们当然也是要再谈起5A、5B 的这个意见，而且就是还有就是 IDF 的这个秘书处，和秘书长的关系，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欢迎诸位发言。那么就是还是要发言的，无论是比如说在线也好。或者呢，就是你们可以，可以说，就是我们在这也有一个，我们做一个普查，所以就是在这个普查当中，也是一个在线普查，你也可以再做一些补充新的意见。那么可以说呢，就是我们有区域性的这些工作，而且就是我们也有秘书长的这份工作，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人，他还是主张和支持这个 IGF Plus 的这种模型，而且就是也有其他的一些人，对于其他的两个方案也同样表示兴趣，所以我还是说我们在这是开放性的讨论会，而且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取得务实的进展。所以就是这次讨论会呢，是就是 IGF Plus 的这个概念，还有就是特别是这个四边的这个部件或者部分，那么就是特别是我们的大使他有讲那个5A、5B 两个意见，好像我是这个很有趣。我们是有没有一些人是想表达，就是可以先就是自我介绍一下，那么就可以也自我介绍哈，就是你是代表哪一个利益相关者？你好，你好，我是 Finn Petersen，是丹麦政府的代表，就是丹麦也是大力支持我们的这个高级论坛，而且就是对这种多边主义的概念，我们也是完全支持的。丹麦也是积极的支持这么一个工作方式，也是就是支持这种数字化的合作方式，以便确保一个开放的、安全的、自由的和就是信得过的互联网。而且丹麦国家非常相信，就是这个 IGF 的这个发挥的积极的作用，而且就是也支持就是 ICANN 这个机构。我们也支持 IGF 的这些IGF 加的这个模式，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这也是需要，那么就是也是需要得到就是 IGF 的秘书处的支持，而且我们也是支持这个秘书处的。那么我们另外呢，就是也是支持 IDF 在联合国秘书长秘书处的这个位置。第三，我们丹麦相信，我们应该会有一个更包容性的参与方式，包括企业，包括政府，包括也是就是全球的南部。那么第四呢，我们也是应该支持，就是继续做这份工作，可以做一个交流新意见的这么一个平台。
第五项呢，是对德国、对丹麦来说有点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在这是一个非决策性的论坛，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有一定的压力，就可以更好的就是更顺利的合作，一边更集中的做好工作，一边取得一个扎实的工作结果。 比如说，如何开发一些最佳发件，我们会更好的就是更多的依据与证据的讨论，而且我们就更好的就是协调各个参与方之间，以便能够集中到最重要的一些工作问题。最终，我们也都好，就是要密切的携手合作。 我们要离开我们的格子的，就是这种隔离的工作情况。我们要加强各个团体和大洲之间的连接，以便确保互联网是继续作为一个公共财产。而且我们也是期待着，我们和大家进行继续对话，继续进行对话，以便能够给全球的数字，就是IDF，我们就是要提供，就是要加强它的架构。谢谢大家。谢谢。那么确实呢，我们确实呢，就是对于我们现在要想做什么，想做什么的，我们就应该就是在表达方式上也是有一个这个定义。 所以呢，就是我们，我现在真正想鼓励大家，就是积极的思考下一步是什么呢？而且我们可以在下一个小时之内进行一定的讨论。而且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或者很多人对速度都是比较慢，所以呢，就是我们大家都以为就是这个速度不够快。不过你们好，大家好，我是瑞士。 我是瑞士通讯部的代表，而且呢，就是我也是像Steiger大使的这个表示方式一致，大家就可能知道，而且侯世女士也是有知道，我们多年来就是深入的参加了这些讨论会，一边也是就是委托就是我们前任总统 Doris Leuthard 女士。 也是参加这个论坛，一边在这可以说有三种色彩，就是好像是一种冰淇淋三种色彩，因为呢，就我们的这个建议，特别是在这种架构的模式当中，是如何就是可以克服一些差别，我们如何可以填补一些空白。 特别是就是在全球性的互联网治理的概念当中，我们想填补一些空白，所以呢，就是这些空白呢，就是 Thomas 已经做了一定的说明，而且呢，就是我们有哪些什么具体的名字或者就是具体的说法，就有三种模型，可是。最终的目标也还是一致，就是我们要加强我们在 全球论坛当中的这种合作和交流，因为IDF 是我们的这个数字化政策的一个讨论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讨论会。下一步我们是需要更好的协调，以便能够对于就是如何应对各种挑战来说，我们像就是像巴黎公约那样，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 这个也是应该是将来作为我们的 IGF 的这个架构的一个特色之一，因为就是这种讨论和行动应该是我们内部发生的，并不是外部发生的，而且我们另外也还需要一定的，就是我们也应该加强对于就是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团体的这种，我们要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如何？ 可以就是以正确的信息，更好的、更顺利参加这种过程。所以我想说，我们加强协调，我们加强我们的政策网络，我们加强我们的就是这种观察员的地位。 而且瑞士在这完全是准备了就是做好思想准备。
我们是愿意支持这些工作，而且呢，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发就是我们召开了这个日内瓦平台，这也是一种观察员地位的一种平台，而且它因为我们在日内瓦也好，纽约也好，都有联合国的外交官，所以呢，就是我们都可以，只要是您对这个数字化政策和数字政策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联系上这个平台。而且呢，就是你还问了我能不能提供一些具体的意见或者就是方案，我可以说我们国家非常愿意就是在这做出更积极的角色，也是想更积极的进行协调，也特别是在日内瓦，也特别是在2020年的准备当中。谢谢大家。那么我还是想鼓励更多的听众用就是发表意见，而且就是我们这个都是就是在很早那个 CSTD 的这个工作当中，这个呢就是我们也是每次进行了这个论坛的时候，我们也是对社团对各个公共体进行了普查，所以我们一直就是对于这些各方面的意见，我们积极的想办法改进我们的工作水平，这个的确是我们的这个最佳实践。而且呢，就是我们也是要加强我们的报告工作。确实呢，就是像瑞士先生刚才已经说的，就是我们需要的是支持，而且呢，这个支持也是就是离不开财政的，所以就是我们这也并不是一个秘密的，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个预算，我们才得到了40%的拨款左右，而且呢就是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障碍，加入就是我们财政是一个瓶颈，所以呢，就是我们确实已经做不少方面的这个意见和报告的工作，但是我们需要两边的支持，一个是参与，一个是财政。好，我们也还是也是热烈欢迎，就是网民就是多提意见，好，非常感谢。我的名字叫 Dimashita。我是做那个国际商会的，我是国际商会的工作人员。我们全球代表4500万家企业。我从开头的时候我就跟上你们的工作，而且我们非常支持和就是贵轮胎的这个合作。而且就是对于你们的报告，对于有关如何更好的搞好互联网的治理，这些工作报告我们也是非常的支持。而且就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和视角来说，我们应该也是从是一种就是利益相关者多边的一个方案，也是草根地出发的一个方案。这个也是最好的这么一个法规的或者一个治理概念和构架。我们也和 IGF 的各个机构，我们也做了一定的沟通，而且就是在过去的这种良好的工作结果的基础上，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宣布有哪些什么就是工作进展。我们还是认为我们要提高对我们 IGF 工作的这种明显性，而且就是大家就是要更多的注意到 IGF 所做的工作，而且就是我们是可以说就是最早就是有这个联合国秘书长的特约顾问，他也是在这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些工作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使者，而且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就是更多的代表社会的全球社会的人员。如何就是可以对 IGF 提高这个就是可看得见的这个程度呢？这个也是和他的秘书长有关的，因为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非常就是精彩的这些报告，那么也是非常丰富的内容，而且就是各个这些利益相关者他自己也可以发表意见和文章。
所以呢，就是我们如何可以更好的有关互联网的治理问题和政策和法规，就是能够取得更好的理解。那么就是这个最好的机会就在这儿，而且我们看到各个企业它也有一个那个孵化器。我们可以说，就是对于我们这次积极的讨论的这种方式来说，也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呢，我们也应该就是在这份工作当中获得一定的价值。我也是非常就是赞成丹麦的同仁所说的，我也是可以说我们应该就是要加强我们的这个，我们要加强我们的财政基础，因为呢就是我们一旦就是财政就是比较轻松一点，我们也可以更好的在这种全球化的治理框架的这种模型上做好工作。非常感谢，我用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非常希望能够和大家密切的合作，以便取得良好的结果。谢谢。好，Wolfgang。Wollt ihr auch Wolfgang Kleinwächter? Was Cyberwang Leute wollen hui weil Cyber Kundien der nege Wending der ich wollen hui. Was 5年前 der Zahl nur ich Lontan wo hei Xiangtilai wir setzen das ist gen ich hier Zungfu der Xiangguan der Zenglun. Ich mit ich hier Zungfu das ist ja auch ja ich so so Dürze die ich die go 所以他们说，你要做出决策之前，你应该了解这个要做出决策的项目的复杂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把这个 IGF 点起来。那个时候只有一些的，就不多的那些做出决策权的机构。目前我们要。接近10个，就是可以做出决策的那些互联网相关的机构，就是关于那个网络安全的，是那个 GDG，然后有一些在经济方面有那个世界贸易组织。有联合国的一些机关，还有一个新的那个赛博犯罪的一个机构管理机构，但是目前我们还缺乏一个连接，就是在决策的做出决策的有决策权的机构和这个 IGF 这边的一些人，因为我们一直是还用这种通常方式，所以这种跨通常的合作。还不够，我们应该介绍的是更好的连接，我们的是那种讨论的机构，进行讨论的机构和做出决策的这些政府的部门，我们可以把这里的 IGF 的一些报告和一些建议，就是直接发出到他们那个有决策权的那些机构，然后他们可以提供一些反馈给我们，这样是一个推动和鼓励一个直接的交流和，所以我们可以就是跳跃我们就是这种讨论和做出决策之间的差距和鸿沟，所以这个是那个扩展 IGF、IGF Plus 都可以进行这种手段。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把他们的发言贡献限制为2分30秒的时间。谢谢。我也是15年前就参与这个工作，小组。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这个多方利益相关之的方案达到成功，我们是当时可能没思考到的是，现在我们的一些大型
企业，有集中，我们当时他们就是占领网络的一大部分，所以他们就是进行的一些说的采取的一些手段，根本不是经过我们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过程，所以有一些不同的例子，大型技术企业如何和一些网络社区做出一些决策，这些该决策都是会带来一些政治的一些决策。当然我们可以改善一些过程，但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式，才能监督这些很有权力的、强有力的这些利益相关者。如果我们有一个统一的那个欧洲的看法和角度，如果欧洲只是通过我们的那个数据保护条例才能影响网络的发展，这不是太好。我希望我们从欧洲有应该要提出更多的那些相关的那个网络倡议，我们一定要发挥自己的一些影响。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我们就是如何跟一些像比天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的政府。当然是我们一定很高兴 IGF 就是进行这样的讨论，但是我们不用想就是一定开始的过程能通过 IGF 的合作能影响这些过程。好像有一个远程的发言者，好像先听马克给我们再次电话。我也是在利益相关者的报告跟他们有些关系，工作关系。现在谈到那个建议五和六的五点五 A 和 B 的这些，我们当时是达到统一，就是这个方式和那个模型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但是我们如何能解决这个公务的那个很广泛的这种定义和概念，我们一定需要就是这种普通公务的概念的多方的支持。我很赞成 Wolfgang 就提出的建议，要加快我们的合作速度，但是我们也应该，把一些建议就是传给其他的一些做出决策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善我们一些政治这类的孤立制和一些合作制，所以我们要一个有一个跨会的，就是开会之间的中间那个时间，还需要一些沟通的一些制度和那些机制。我们是从那个存在的那些原则要超过他们，和利用更多的资源推动相关的合作。所以一个全方的这种做法吸引所有的那个多方相关利益者，第三方的一些社区能更有效的代表他们的，让他们参与相关的个合作过程。谢谢。这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一个建议，这是很具体的一个建议。好像现在有奈及利亚的一个那个远程的朋友，我们等会儿要跟听他的那个发言。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地区性和青年 IGF 的倡议，
所以我们好像有117和118这样的一些地区性和分散的一些成因，他们是就是落地，他们是很了解本地的需求，所以我们想跟这些活动和机制都进一步的积极合作。我们现在怎么样能 Nigeria 的朋友能不能连上他？这是 Lawrence，我代表摄影部门。首先，我代表我自己，请允许我想感谢这个论坛把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因为你们也注重小企业和小机构参与我们数字合作的这个过程，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如何小型企业应该在那个全球的范围内如何就是协调合作，因为有很多这种小型企业，我就想，我们是很地区性的一些，比如说，如果你光看非洲和一些其他世界南部的一些国家，就是要找更多不同的一些邻居参与，当然只是小企业就是小企业，但是为什么他们应该参与这个过程？因为我这里面临的这个挑战是跟发达的国家的面临的挑战就有所不同。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有机会，更多的机会参与，这个IGF 的过程。这是很关键的，你提出的，特别是在那个地区性的商问，这些地区性的中小企业，可以做出很大的贡献，在我们的那种讨论过程。好。谢谢您。我现在在此就代表荷兰的技术界。我想就提出一些点相关的一个扩展 IGF Plus 的一些意见。我要推动讨论，在一些很具体的想法。这是被 IGF 的社区推动了，所以我代表就是 IGF 社区的人，他们就觉得我们要一直更多的那种智慧和那个 IGF 这个 MAG 论坛那个架构小组应该提出更多的意见。我们就是要一种连接的功能，与其他的有那个 MAG 那个第二个建筑的那个IGF 架构小组，应该跟其他的那些互联网的一些机构加强合作，还有一些做一些建立一些小工作小组，他们应该准备，然后在 IGF 在一个房间都是进行工作，然后提出一些提出一些意见和一些动手的一些行为计划，这是可能比一种公开四个人坐在一个论坛的这种公开讨论的有更有效率。我们也需要一些法规和规则是给我们制定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可以积极参与这个讨论，特别是应该鼓励这些目前还不怎么积极的参与这过程的一些相关者。
如果我们做一些跟以前没做这个事情，这些不同的那些熟人以外的熟人应该是怎么样的？我最后有就是提到一些您说的，如果 IGF 是如何你们说的这么重要，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个出钱的一个出笼子的一个过程，因为如果什么重要的，我们都需要这个。我们2025年的是我们受委托的底线就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一定还有6个IGF 到2025年都是给大家就是说服大家我们是很重要，就做相关的融资贡献。我觉得IGF 每次就推出的效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就是最后加发一些原则，也是识别就是最关键的挑战。我们需要更多的那种工作是吗？我们要支持所有的那个利益相关之。影响这个讨论和做出决策的过程，这就是说，应该有更多的人应该有机会参与这些过程。我们呢，一定在一些地方已经有影响，有一些事情就是这么发现的，影响不了的，有一些政府和相关的一些利益相关者，他们就说，隐私、空间保护、cyber 安全、伦理的一些应用，它基础人工智能，他们就根本不知道 IGF，还是不考虑到 IGF 的那些影响。我已经经常发现，他们就不了解 IGF，也不认识 IGF，但是他们就是做一些拟定标准、制定标准的一些工作，就是从事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的这个工作。所以我认为，有一个差距，我们应该是跳跃这种鸿沟，我们就是所有的是跟这些主体，提出意见工作的那些，小组都应该是合作，都要包容在这个讨论过程之外。所以，这个正是软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概念。我们就是可以给他们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不能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这些人都是一直是从事这种政策的过程和把它具体化做出决策。所以我们就是会帮助他们连接起来这些不同的那些代表和，所以他们有一个全面的一种看法和方案。我们当然可以给政治界的提出一些意见的一些建议，但是如果有些人就是在这个领域工作，但是不意识到 IGF，就是我们一定要协调这个工作。谢谢您，要 Peter Major 电话。我再次回到一个主题，我们这是9月份的是，有一个会议，我们现在要换那个原来的主题，我们在CSCD 要每年的那个大会，我们发表一个数字合作的报告，当时有进行了一个很积极的讨论。我们是在明年3月份的那个年大会。有一些参与者的那个国家会员的国家，关于那个数字合作，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 ECOSOC 就参与他们的做出决策的这个过程。
Wolfgang Eding titulierte die Gefahren, dass Ruhe in Gain, wo man in Gain und Tinsan, das ist ein Wort, das ist titulierte die EI, Hönchang Tungle, ich sehe die EI. Ich sehe da noch titulierte die RCT, die ist die Schuhfamilien, daran ist 联合国的一些专业团队和专业小组已经负责就讨论的这些方面，他们都是在这个建议的基础上就被提出，所以我觉得这些专家小组推出的，结果应该是加入 IGF Plus 扩展 IGF 的这个讨论，所以 IGF Plus 就是应该提出一些建议，应该是在 CSTD 的自己都进行讨论的，可以通过 ECOSOC 的大会提出这些，所以我们最后应该弄一些比较有意义的和有影响的一些结果和效果。 如果你要把那个完全的过程，就是保留在我们的联合国的那种讨论过程之中，你应该追求这样的一个方案和方向。我现在从 Linda 是接接下一个发言人是在大中年走廊的女士。 请自我介绍一下，我叫 Deborah Brown， 是一个代表一个民间的社会。请优先，我们想庆祝这次论坛为了良好的工作，我们发现了有几个很有吸引力的建议，我们。还是有发现有一些问题还没有充分的回答。第一个是融资，谁要来融资我们那个 IGF Plus 的这个想法，因为需要更多的那个资金，因为现在那个 IGF 的融资已经不到位不理想的。第二个问题是参与的模式。 IGF Plus， 能是不是加强政府和摄影部门的摄影企业的参与度？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更中心化的政府之间的一个机构，所以我们觉得 IGF Plus 能不能吸引更多的那个政府的机关的参与呢？最近那些。 IGF 就是扩展他们的一个工作范围，也是把一些政府推动政府的民主化过程，所以也是一些很重要的倡议的角色就被包括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 IGF Plus 的那个 模式，应该是最好的一种方式，的确 IGF 这几年就是推开展的工作。 但是我们觉得现在还缺乏，在报告之中，是一个有第二次的问题。这个 IGF 能怎么如何跟联合国就内部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人权和目前我们还是很多是在这种通常的思维方式就进行讨论，很多也是配不了的一些建议。好，谢谢，对不？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给话语权给我们最后一个提问者，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么现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评论可以把它也放到这个其他两个模式上的去，就是说非去中心化的一个地区性的一个网络的治理。
其他的这两个方面呢，如果大家是有对他们的一些评论的话，或者一些意见的话，那么你也可以现在开始提。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关于IGS 加的这一块儿，我们大约就是到现在结束了啊。你们的意见我们已经都明白了，然后呢，我们就说把这点会。所有的这些建议，当然了，就是说刚才有人说，也有的这么一个组织性的这么一个团体来说，如何把这个整个这件事情在整个市场上来作为一个推广。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论坛本身也可以有一种这个作为一种实践性的一种优化。那么所有这些，建议吧，我们已经就把它都记录下来了。我知道，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都支持我们这么一个论坛。而且对我们的整个这个 Plus 没有说这个，评论的很负面的。但尽管如此，我现在还是想让那边的那位先生来说一说你的意见。我是 Perspective，我是给一个地区的这么一个项目工作，那么可能说我说的话是已经重复了我之前的这些发言者的一些会，那么我的这个组织来讲，我看到了咱们的整个的工作组或者是论坛的这个报告之后啊，我们就认为是这样的，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国家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来讲，那么他们可能是对这些方，没有这么一个真正的一种理解。我觉得就我们必须把这个地方性的国家的这个，网络治理的这种机构，把它带到我们的这工作中。我知道这个我们这全球实际上有100多家的这种地区性的这种，网络治理的这么一些机构，如何把他们也带到我们的整个的活动中来。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怎么就实际上去实施这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我认为这个您说的话也有道理。我们的工作，随着这个IGF 的整个的发展吧，我们这些工作已经做了很多了，的确是实现了很多工作了。那么这些工作在整个的这种前进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断的优化自己，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表示一下，我觉得好多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改进或者优化吧，或者说新的想法的这种，是吗？那我都是在 Mark 那地方，Mark 它是一个咨询的单位，最后他们都被放在那儿了，是在这个 IGF 组织内部的这么一个咨询考虑，那么我觉得就是要是我们 IGF 不断的强大起来的话，我们可能是这个需要一个真正的坚实的基础。我们就是说，把它整个放在这个联合国的体制中去，然后呢，是不要说使得我们突然有一天对它失去了掌控了，在我们不是说就是说要从上面得到指令我们做什么，我们觉得就是说作为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这种发言权是不受到影响，这但是同时我们要把它放在这种联合国的框架下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地位。好，下面还有4位的参与者的发言，还有谁要发言呢？如果是现在不报名发言的话，我们就关闭这个发言阶段了。那么，另外呢，host 最后他不要做有回答嘛？这样呢，他必须有时间做这个回答。那么，我们还有一系列的这个之前的一些提议吧，他还要做一个。另外，我们12:30必须要结束了，因为这个整个的大厅要做一个这个安检的措施，所以呢，就是我们必须离开这个大厅。Public，谢谢。Public 是我的名字，我是代表英国的政府的。那么，英国政府本身呢也很高兴。而且是支持我们所有的这些提出的建议吧。我的这些法国同事提的意见是特别正确的，我觉得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这些报告，在做完报告之后的整个的这种过程还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所有的这些流程应该是有透明性的，使所有的这些人呢都能够参与到其中去，这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话题，我也觉得是不能够忽视的。这个在去年九月之后，我们这联合国的秘书处提出了一个真的数字化技术的这么一个文件，如果大家没有读到这个文件，我真是希望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文件非常有意思。这个是数字化技术战略，这个战略事实上就是说，联合国把觉得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整个的一个透明的一个结构，使得大家能够公开的这种讨论所有的技术上的问题，那么对于新的技术那个呢，这如何它的这种前因后果，它的这好处和它的弊处，这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这么一个事情。我想请这个 Hofstede 先生说一说我们联合国的这个关于这个数字化技术的战略现在实施到什么程度了。好，下一个左边这位女士，谢谢。谢谢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发言吧。我是这个新西兰的这个一家网站。我就读到这些所有的这些建议，所有的我们这个报告，我是已经都读过了。我最近听说过一件事情，在这个巴黎这个和平论坛上，我们又不断的强调这种跨领域的这个各个多方面的参与，这多方面的这种合作的形式，这个地方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就是我说说我们新西兰的一些非常实际的这些事情吧。这个可能是说，我们对这个给大家做一个借鉴，也可以说这个ABS 我们这个 Plus 的这个方式的一个建议。那么今年五月的时候，我们这个专门发起了一个网上打击极端分子言论行为的这种情况。这个整个的是项目呢，也是有不同的企业参与，也是个是公民社会，也是这个政府来主导。那么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儿嘛，就我们三月的时候呢，在新西兰有这么一个恐怖行为，好多的这市民受到伤害，那这样就整个是改变了我们整个的这种社会的这种气氛，那么所有的这些个企业的这种行为也受到了影响，大家以前就好像从来没有在历史上有过这么一种经历，一旦发生了这些事情，所有的人就说个非常的处在一个恐慌。那么事实上我们的总统马上就进行了国家紧急状态，发布国家紧急状态。那么当然了，就在反恐的过程，我们有国际性的这种规范和，但是就是说我们作为一种企业或者政府来讲，它必须应该是和公民市民进行一个交流。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老说就是要不要要这个加速我们的合作，使得我们的政策有一个政策孵化器，使得这个政策早日出台，这个地方怎么能够才能实施起来呢？那么在新西兰出现了这个恐怖行为之后，那么大家一时呢都不知道是应该去找谁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甚至包括了一些人事的配备啊，都是我们所需要知道讨论的。中间的这地方，中间的这位先生 ，Chadberry 是我的名字，我是从伊朗来的。那么我今天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这个联合我所有的参论这个整个的工作组，也是感谢我们的这些。德国政府这个 IGF 做了这么好的安排，使大会得以成功的进行。那么我本身是做网络工作的，
我们在过去的13年里，事实上这听到的都是一样的。从这个 AGF 一开始，这个06年的时候，就我们就不断听说了。你老是说，我们这个不支持那些发表一些这些掀起仇恨的意识的这种网络，我们不支持那些所谓的这个 fake news 这些伪新闻的这些网页。我们希望就是说，网络本身是成为一个独立的、安全的一个网络。我们不希望在网络上出现这些犯罪的这些内容，比如像这个猥亵儿童，包括这些所有的这些种族主义这些事情。所以呢，就是网络本身也应该是公开的，公开，对于这些所有的这些检控也是一个什么了。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网络能够没有这些所谓的这个攻击人权的这些原来。我们也不支持这些网络，如果他们做一些网上犯罪的这种行为的。我们希望网络，是一个安全的，使得这些犯罪分子没有无机可乘的这么一个情况。所有的这些宣言，这些陈述吧，我们都不断的听到，重复的听到。作为网络内部的一个真正的治理，到目前为止，它确实没有能够解决很多具体的问题，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个黄色儿童猥亵儿童黄色图片，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些网络攻击，这些犯罪分子恐怖分子言论，我们事实上都能够没有能把他们消除，为什么呢？这就说明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个模式工作不力。另外，我们在网络的治理方面，事实上大问题都等于是没有能够真正彻底解决。如果我们说是要我们把自己的工作优化起来，就是这些问题就得把它解决了。那么，整个的从趋势上来讲，目前的现实的这种所有的这些方法吧，就是说，进行怎么样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实施。和有些这些国家，那么他肯定是也是要利用网络来讲，专门是来争取自己的这种政治权益，而且有些国家也利用网络来打击其他的国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出于我们整个的这种网络没有治理的情况，刚才我们也还说到了这个去中心化的这种网络，这种网络构架。那么，这个情况呢，各个地区国家的发展的不平衡，也就使得这些所有的这些弱势的这些网络没有办法跟这种强势网进行合作。另外，我们。所有的这些问题吧，你能不能这个快点结束了？就是多边性，在这整个的网络治理的上部，多边性无论它是这个标准的东西，还是这些法律法规的东西，而且是这个所有的这个坏行为，在网络上的坏行为，我们都应该把它治理住。法律也要得到实施。在这个网络犯罪这块儿要这个追究其法律责任总而言之，我们是非常支持建设一个全新的网络信任的这么一个宪章。我们对网络应该有一个崭新的一种认识和崭新的一种愿景。那么对此我们有这么一个建议，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这种共同的努力下，或者说我们的共同的愿景下，我们希望能够以一个有这个道德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可信任的可信赖的一个双边的一个网络治理，所有的参与的人都可以在网络上面通过网络的工作来促进人类的和平。对不起啊。
我觉得就是说，刚才我这个同事提醒我说啊，就是大家可以那个把你的那个评论或者说你的意见啊，就是书面提交。所以说呢，刚才我们的这个人，这种讲话也可以书面提交。我叫海丽丽，我是乌拉圭来的，我是这个 ISOC 成员，我看到了一些建议吧，这个所有报告上面提到的这个建议，我们对此进行了这个科学性的这种也讨论，然后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那么这种流程，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的这些流程啊，我们希望这个特别强调的是一个多边性的这么一个合作。我觉得就是把所有的不同的意见呢都能够收集起来，我觉得这个工作还做得很成功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多边性的这种讨论和合作，如何把它数字化？就是说，如果是这个在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软件嘛，就是说可以，大家如果是共同使用，在通这个在某一个条款，能够这个同时的进行使用啊，那你自己是选择的什么的题目，你是自己什么领域的，这样就可以相互之间的进行交流，这种形式。也是我们可以比较迅速找到一个共同的这么一个答案的这个，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工作流程是不是也能够通过数字化的这种方式方法得以优化？那么不这样呢，我们就不用这把所有的工作再重复来重复去，一年的工作好几次重复啊。好，我现在是还是刚才您跟我说，是的，这个。那个，我们您刚才说的这个软件，事实上我们这一次的个峰会准备工作中，就是用到了这么一个软件来进行这种同步的相互之间的准备的沟通啊。最后呢，我还是想这个感谢大家的发言，给我现在就是让我们的这种副主持人吧，对此次会议，作为我副主持人，我这个还有3点的评论，我觉得就是说我自己不是。以这个做我自己在这儿的身份吧，是个人的，我不是说这个官方的身份来自说话的，因为在这个过去3年，我一直非常紧密的追踪着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工作吧，而且在整个的我们的文件成文的过程中，我也参与了，我想，就是说以这个身份来做几句评论，第一，我觉得，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 ABS，2年前的这个 ABS 的IGF 的警控结果是什么样的？IGF Plus 的所有的这些文件，大家说好像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没有真正的实施起来嘛？我觉得不对的。事实上，我们这个文件的第1版说到的关于这个政治方的措施上面啊。这个事实上，当时我们觉得呢，是这个文件做文件的初衷，也是为了把这些所有的这些意见都总结起来。事实上，这个文件本身就可以帮助那些政策的决策者来，或者说是帮助这个工作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作为一种背景材料来查询。它本身已经成为一个 input 了嘛，本身就是种结果了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本身就是一个成就。另外，所有的在我们文件里的这些建议吧，大家不都提出了吗？这个我们这个 IGF 的这些参与者，他也真的是从这个讨论或者说这种这个结果的陈述中得到了一些具体工作上的好处，像这个当然了，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更有所优化嘛。就是我们用了这个 IGF Plus 的这个平台，是不是使得我们这个 IGF 这件事儿能够更为这个为世人所知，给使他们更为熟悉？我们不要说的是把我们过以前的工作说的一钱不值。那么现在说到我们的融资的问题，融资的基础，我们是不是能够实现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融资？我知道我们需要钱办事儿，我们需要这个融资，我非常理解这一点。
我自己本身是外交家啊，我也在这个联合国工作也很长时间了。我觉得这个联合国如果是把钱能够多给咱们点干这事，我觉得这是很不现实的一件事儿。联合国事实上它呢是不是自己可以随意的这种随心所欲的去干事儿的？它是要用它的这个所有的联合国成员国各国的这种决议来做事儿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说还是也比有的人担心吧，就是说我们这个可能从这个我们财政规划这方面可能是做不到有些事情啊，把事情定好了想做，结果没钱，这个担忧也是有的。肯定是这个欧盟本身它事实上已经是压力也很大了，不是说这个光是那个发展计划上这个维和计划上，所有的就是这么一个大表，它都需要这个各个国家的这种真正的财政上的这种支持啊。那么，如果我们想把它真正带到这个联合国的这种体系中去，那么好多这些国家啊，这联合国成员国它没有参与我们的这个组织，那这地方，你要想到，就是也如果是说我们想。做一个决定，说的从联合国来拿到更多的钱办事儿，这件事儿呢是有时候比较不现实的。那么，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如果他支持我们是件很好的事情，但这个到底拿不拿到钱，还是要由联合国成员国来决定的啊。我自己本身呢是请我的这个继任啊，不要把这个事情说拿到这个文件中。我现在说的是私人，以私人的身份来说啊，所以我说的比较坦率。另外说到这些政府本身。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为了赚钱的，但是其他的有些空间嘛，事实上的确也出现有种这个能够通过我们的共存能够这种赚钱，就是说我们有如果能够赚钱，我们把这个钱能够运到另外地方，而且我们必须要考虑到有一些人有一些的这个参与者，他的整个的这种资源比较丰富，比其他的一些参与者可能就是更富裕一些，所以他们应该就是能给把。把自己提出一些政府无法提供的这些财政的支持，把它支持我们。我觉得这点我们应该动员这些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这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觉得就是说，公民社会本身，是也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可能他们那边比较难，但是从这个私人经济这块，是不是可以能够有些这个融资的希望？我可能也说的太多了啊，我自己是，利用了我自己这个作为副主持的这个位置，我说的太多了，那么，在很多这个讨论小组、工作小组，我们也说了，就是在于发展这一块，发展项目，我觉得就是从。IGF 这块儿啊，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这些结论啊，都是对全人类或者说对所有人都是有益的，就是没有参与我们这些不在场的人，他们也是对他们也是有益的。所有的这些政府能够参与的，我们这个南贝耶尔做准备的时候，我们也是注意了文化上的差异。每一个不同参与者的他的文化背景带来的差异，我们希望这个作为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就每一个这种利益集团都可以选择出他们自己的这种代表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就是和这个地区做，我们这区做不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自己就做不了这样这么一个选择，因为这就很需要时间了嘛。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在恩德梅亚那个事情之后，最后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做一个总结或者说回顾。把我们这个埃德蒙亚做的所有的结果没有再去，回过去跟大家做一个讨论和反馈，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就发现最后有些这个利益团体，他们说我们反对你们所做出的结论，虽然是说，
Netmaya 它作为一个平台的话，事实上也是非常，初衷是非常积极好的嘛，而且我们有好多的结论是非常棒的，当时被否决之后，如果是我们真是用上了，我们今天可能还有好多的这个成果了。比如说，我们可能还可以再建立一个真正的一个委员会，能够把这个所有的结果，进行重新的讨论，把它实施起来。所以我觉得，可能当时那种情况下还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支持，得到更多的支持，这样我们的最终的文件成文可能也会从内容上有些差异了。那么从，我这个跟一些去这个参与蒙迪亚的这些事儿的这些同事问过他们，其实他们当时做出的结果啊，也不比这儿的差。可能还有最后一轮，把我们的文件进行优化的这么一轮。那么，它是作为这个全球论坛的这么一个贡献或者一个基础吧。我们说的这个 IGF， Plus 这个论坛，如果是在这个背景下，继续工作。如果是没有其他的人工作上的发展，我觉得就是可能是不太这个能够进行下去。我觉得我们还需要一个第二个这个委员会。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工作流程应该是有很好的结果的了。确实就是这个也和就是我也是个人就对这次讨论就是想做出点贡献，非常感谢就是大使您在这说的还是非常重要，就是非常有含义的一句话，而且就是我们现在在这就是可以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哪些什么，就是我们就简单的就是做一个结论一下，就是我们也还是到12:30正式就是要结束。我非常感谢大家的就是这个耐心，因为我们有耐心，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就分享了非常丰富的多彩的意见，而且就是我们都是做了非常就是积极的记载。其实呢，就是对我来说，就是很多的这些言论和意见都是使我就是可以说是丰富起来了我们今天的主题，而且就是有一个就是利益团体，那么他们那么就是他们也或者会说是不是这种自由主义的，就是极端的这种自由主义者，就是像，比如说也可以就是推广黄色图片的什么的，这个是可能就是，那么就是面对这种现象来说，我们觉得怪不得有的国家就是面对这种情况是考虑办法封闭自己的互联网。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换一句话说，就是互联网是一种全球化的工具，但是它好像是不是有了越来越多的障碍，就增加了越来越多的障碍。而且我个人我还是怀有一定的悲观，就是这种权威主义，它会不会有利于分散互联网？所以我们也还是应该是要更全面的一个国际倡议和行动，以便能够要保障我们真正的就是全球性的互联网的特点。而且就是对吧，那特别是这些就是非洲的一些国家，那么他们是就好像他们比较关心是不是要对于这个国际合作来说，就是能够就是促进合作，一边要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那么这是为了能够就是基本上提供一种准入互联网的一个条件，这个我还是非常必要的一个条件。而且呢，就是我们也应该也是支持这种就是政治方面的支持，就是我们也是可以说是提供一种就是用户服务台之类的概念。那么
特别是对于瑞士的，对于瑞士代表，对于丹麦代表的，就是精彩的建议，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对于我们如何可以更进一步提高效率，也是做了很好的意见，而且就是由于我们在联合国的，就是各方面的这些词。次组织当中，我们对互联网是做的这个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协调。而且大使已经说过，就是我们的这个预算，和我们的财政也不理想，绝对不理想。可是就是不少国家，事实上很多的国家对于 IGF Plus 已经做了承诺，他们是愿意提供拨款。而且就是只有这些国家也是要根据这个说法，要做出对预算的贡献的话，那么是很好的。加上比如说私营企业也可以做出贡献的话，那么就是更好的。而且就是我们在这不应该是就是空间就是进行空谈呢，我们真正比如说介绍各方面的这种标准，我们对规范化、法规等等是做思考的话。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我还是认为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可以更进一步，交流。假如现在呢，就是我现在，我也是对法国的同事，就是想做一个答复。我们在这绝对不是就是做这个，这并不是什么透明不就是不透明的问题。我对所有的问题都愿意答复，而且无论是在纽约也好，在这也好，我都可以向你们的问题提答复。而且呢，就是特别是坚持方面的，我也是非常愿意就是提供更多的这种答复。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些圆桌的组成方式的话，我们这个参加人员的就是这个。名单一直还没有发表，这主要是因为就是我们还没有完成这个规划工作，所以我们是支持你们各方面的这些建议，而且就是我们对你们的这些宝贵的意见来说，我们都是愿意，就是我们都是充分考虑到的，所以就是在这种基础上的，就是在这种倡议的基础上，我们也还是可以推广业务。而且呢，而且英国人也是做了一样的一个，就是这种思想。我自己就是想主张，我们可以到星期五早晨，特别是就是能够接待法国代表团、英国代表团，也可以接待其他的利益团体的代表团。我们对于我们的这种各个小组的成分和成员国，我们都可以做非常详细的介绍。而且就是对于我们如何在起草草案的时候有了哪些什么想法，我们都可以非常详细的介绍。而且就是这些小组，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这个都可以介绍。而且就是这个我们还是觉得呢，就是我们应该就是考虑到大家的时间，所以我们先有了一个结果，我们才想就是公布这些情况。当然呢，就是我们非常希望英国、法国两国能够非常积极的支持我们的这个高级平台，这个呢，就是是非常需要的一种支持。加上就是其他的国家一样，我们都是欢迎他们的，就是你们来支持我们。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全球性的这种服务架构。或者就是区域性的这种服务台，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人类的一半左右可以上网了，而且就是那么就是说是，那么是男性的一半，但是女性的人类也只是就是稍微低一点的是。10%低一点，这个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吃惊的一个数字。所以就是在我们这个现代的，在当代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再就是不分男女，而且就是半边天，那么可以说它还是一个就是第二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西部国家他们都很容易上网。
那么就是大都市的这些，居民他也是很容易上网，可是到乡下的话就不同。我对于需要多少钱，需要多少时间连接人类的，就是留下来的一半，允许他上网。我听了各种各样的打算和数字，有的人说他是450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有的人说时间至少还需要15到20年。所以呢，就是面对这个背景来说，我们也可以依靠现有的这些倡议和工作。那么我们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数字化差别就会越来越大，而且这种不公平也是就是非常大。所以或者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加大投入我们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加速推广连接和就是结网化。这个我还是认为我们应该做得到。所以呢，就是这种加速是符合我们的精神，而且就是很多意见都是针对这件事情而说的。那么英国在这也对于我们的就是联合王国对于我们的这个战略就是提了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在这是这种战略它不是终点性的，它是一种永恒性的战略，而且它也是公开开放发表的战略，而且它是有几个支柱。那么最主要的支柱是，在这对联合国来说，它主要是一种技术的地位。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技术，因为技术与人权关系是有的，而且它的关系如何？那么就是技术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这种革命性的改变，对于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影响？加上第二呢，就是我们有一种那个教育过程，就是我们要看到新型的技术在积极的发挥作用，而且就是联合国秘书长现在已经在每6个月一次就进行创新方面的普查，以便可以看到联合国的哪系统当中哪一些部门应该就是要尽快的改进自己的技术，以便能够更好的、更完善的履行任务。那么我们也可以提高就是这个知名度，以便能够就是考虑到如何我们可以改进这份工作。我们如何可以依靠技术？我们如何可以依靠数字化改进我们的工作？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种这种策略思想，我们也还是大幅度支持国际合作和国际交流。可是呢，就是我们在这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倡议，比如说就是在立法和法规方面的和规范方面的工作是有一定的倡议。而且就是我们有几个委员会，就是第一个委员会就是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它是专门就是裁军和，军控方面做工作的，它是和国际和平和安全有关系。我们还有一个开放的工作小组，还有我们还有一个那个附属的专家小组，这个我们原来已经就是有了好几年。而且就是我们对于就是我们有哪些什么标准，如何利用信息处理技术，特别是就是面对国际就是威胁国际和平、国际安全局面的这些新技术来说，这个我们应该也有一个对待方式和策略。而且就是这种战略也可以说是几次各种倡议的一个结果。还有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最主要的建议之一，是我们对我们的成员国要加强我们这方面的支持，以便就是可以指导他们如何可以应对新技术的到来，可以看到新技术对该国的经济、人权、社会等等发挥哪些什么影响。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有需求的话，我们应该提供支援。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方面是可以经过联合国，一方面可以经过，比如说就是国际通信联盟等等，就是这还是回到联合国系统。
我们都是要加强我们的就是这种对于成员国的就是需要的时候的这种支持和支援，所以我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说，我们对这种实施工作已经做得不错，而且我们还比较满意，而且就是我们在就是秘书长的指导下，我们能不能就是更好的理解新技术，更合理的安排一种定位，而且很多国家和我们就是在这可以说，他们已经大就是收到了这种新型技术的就是很大的影响，所以再次对大家的这种非常宝贵的意见。 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大家的耐心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现在请我也是简单的会说一下，因为呢，我等会就是我们也等会要离开这里，可是我还是就是对大家的一些意见表示感谢，我是从中学会不少了。 而且呢，就是我们在这就是会有那个未来的互联网治理的一个概念，所以就是在这我们是有一个基础，那么我们有非常多的意见都是执掌和主张，就是主张一个 IGF Plus 的这个概念，而且我们应该也是可以比较详细的，就是在将几个礼拜讲几个月就讨论是什么细，就是它的细节意味着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也有方面的，就是政治方面的投入、技术讨论方面的投入。那么，我们应该还是说有一件事情不应该是有怀疑的，就是。 我们以法治的概念，像就是普通的世界一样，我们也是在数字化世界和互联网应该是要就是以法律为主的。那么有的人还是指出能不能加强对财政的支援，而且就是非常高兴的就是我可以再提醒一下，我们昨天就是经济部部长 Altmaier 先生他已经做承诺，就是将几年继续。 拿出来德国预算拨款，我们这份工作，那么就是回到我们，就是也必须就是跨越这种就是决策层和我们团体之间的这种距离，所以呢，就是应该在这方面应该会有就是更扎实的结果。那么。 也问了，就是也邀请，就是更多的国家和就是团体参加，这个我还是认为是关键的，而且呢，这个应该也是就是在我们开会之间，应该也是个保持联系。那么现在就是 Jimmy 已经是作为这种观众，就是这冠军。 所以呢，就是我还是觉得，就是这种以这种身份，就是做出就是主持人是一个很好的，所以我们还是热烈欢迎大家。谁愿意就是将来参加这些圆桌会议，我们都是表示欢迎的。谢谢大家，谢谢丹尼尔。我也想补充的一些简单的。 因为呢，就是对于ITF已经做了多年的工作，而且就是对它的那个细节，就是细节，并不了解。可是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在技术环境当中考虑到政策，或者就是有哪些什么政策来指导就是技术环境。所以呢，我还是说就是我们也。 有更多的一些信息，因为呢，就是我们IGF并不是一个政策机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一直想避免在技术的决策过程当中，就有多余的政策干预，这个还并不是需要的。可是就是对大家的到来，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在线的就是参与者，我对你们也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就是我们。
一直可以说我们是有一种演变性的，甚至革命性的工作。我们就是多年来一直发生很多的变化，而且特别惊艳的变化特别少，特别多。而且联邦政府在这就是也给我们提供大量的支持，我们也是也邀请了就是德国的这些政治要人等。说就是德国，无论是联邦议会，他们也是前几天做了这个工作，他们也是支持我们的这个 IGF 的这个活动。我们有高级领导这个座谈会是昨天上午呢，而且呢，就是我们还有那么我们也还是说到这些资金，那么这都是很大的一些工作，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可以，现在就是说我们的议程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可以更好的集中在一些政策问题，我们应该去获得哪些什么扎实的结果？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就是连续3天，就是有了每次连续就是维持12个小时的会议，所以呢，就是无法好像就是领取就是更多的结果。那么。我们的 IGF 的基础可以说也还是离不开财政，也离不开大家的积极的参与。那所以呢，就是我们也是直接支持秘书处，而且就是我们的合作，就是成员国最多是就是给就是一年给100万美元的话，就已经是很不少的，所以就是也可以确保。我们将来就是会，大家就会参加这些会议。那么，我们并不是说就是以财政为主题，可是就是我们发现，在所有的这些会议当中，我们也一直就是觉得就是有这种特别的外部的支持也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年就是已经有了这种基金，给我们就是额外的一个基金，就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拨款，而且就是也支持我们的这些在线活动。所以呢，就是我也会是会到那边，我也对我们的翻译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对于我们的报告员，我们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就是我们的报告员，他们报告人，他们也会做一个很重要的那些纪要，而且就是我们在将几个月，将一个礼拜之内，我们都会就是提供这份有关材料，那么我们都会好好的消化，就是认真的、自信的消化你们提给我们提供的这些意见，而且我们会积极想办法如何能够就把这些。意见的精神就是反映在我们的报告当中。好，所以再次表示欢迎，你们都可以给我们发表意见。而且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立刻要离开这个大会，就是会议室，以便就是可以做下一步的准备。而且现在就是大家都可以用午餐，谢谢大家。
Telefon. Er sieht mich, er weiß, dass ich mir eins hole. Noch mehr auf der Bühne oder hast du alle? Nein, da ist nicht alles runter, da ist es nicht. Ich habe noch ein Mikrofon geholt und ich mache jetzt noch irgendwas. Ich weiß wohl auch Bescheid. Ladies and gentlemen, would you please get this room clear for the next event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 you very much.